师父您还说过，就是说成愿再来的菩萨为了救度众生会悲业嘛，那么就是说有一种表现可能是自己的肉身会不好，但师父也说过其实悲业最多的是观世音菩萨，请问师父菩萨为人悲业后是什么症状啊？菩萨在人间他没有在人间的这种肉身，他也会有痛苦的感觉吗？为人悲业，我问你，观世音菩萨经常掉眼泪痛苦吗？不痛苦怎么会掉眼泪啊？观世音菩萨看见很多人马上地震了，在水中被淹死了，很多大灾祸当中死了，观世音菩萨掉眼泪，我问你这是不是叫悲业啊？为人家难过就是悲了，听得懂吗？我问你，如果孩子受伤了啊，妈妈在给孩子纱布，看见孩子的手心里痛不痛啊？不就是悲了吗？你以为怎么悲啊？啊，跑过去替他受伤啊？这些东西都不要你们想着去乱想，要好好的想想人间怎么救人，怎么上天。这些东西了，你还没成菩萨了，就考虑这么多菩萨的事情啊？我知道了。